现在的娱乐圈对于诸多明星来说，流量才是王道。一提到顶级流量，很多人会想到王一博。王一博之所以现在这么火爆，获得了很多粉丝姐姐的宠爱，当然还是有实力的。很多人称王一博为全能艺人，他不只会唱歌、跳舞，还会主持、演戏，还有一些生活中的摩托和滑板都样样精通，可谓也是对得起顶级流量这个身份了。王一博节目中晒私生照，八块腹肌加人鱼线，粉丝心动不已。当然，王一博除了能歌善舞以外，主要让粉丝们喜欢的原因还是他的身材和颜值。王一博乍一眼看上去，你会觉得他比较高冷，有一种酷酷的感觉，他也喜欢粉丝叫他酷盖。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把可爱显现出来，有一种暖男的感觉。虽然王一博年纪小，但是他经历过很多，现在的他非常沉着冷静，遇事不慌，拥有了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成熟，而且在每次选择作品的时候都非常有眼光，这让他在娱乐圈越走越顺。在前一段时间，有一次王一博在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，一组节目照片引起了网友的围观，更是让女粉丝通通炸锅了。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张在海边的照片，刚从海里出来的王一博衣服湿透以后，将身上的八块腹肌显现得淋漓尽致，直接将他的颜值提升了很多档次，引来女粉丝疯狂尖叫。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，王一博的腹肌非常协调，可见他在平时一定是一个自律的人，而且肯定在健身上下足了功夫。毕竟王一博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，平时喜欢滑板赛车，而且还是舞蹈出身，进行这些运动没有强大的体力是无法支撑的。所以王一博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健身的习惯，虽然在网络上很少看到他晒出与健身相关的照片，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王一博的自律，不愧是酷酷的流量明星。除了这些以外，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明星，不管在生活中还是节目中都非常懂礼貌，而且为人谦逊，三观正。当时在参加天天向上节目录制的时候，汪涵对他非常喜爱，而且一直把他当作亲弟弟来呵护，这也可以显现出一个男生拥有良好品德和身材的重要程度。也正是拥有着这些，才让王一博在娱乐圈越来越好，同时拥有了更好的资源。通过王一博的一张私生照片后，让更多的女粉丝都关注到了他，喜爱程度越来越高。这如今的一切可以说都是王一博的自身坚持与努力换来的。年仅24岁的王一博就拥有了这样的品德与身材，不仅让女粉丝们越来越爱慕，也让很多男生也竖起了大拇指。各位男生在生活中也不妨像王一博一样，在生活中保持自律的习惯，让自己的身材好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，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。